Damn.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过年这几天大鱼大肉吃够了哈，今天做个小清新的泡椒鱼蛋，开干。今天老板娘送我点好东西哈，又是鱼蛋啊，又叫鱼卵，在肚皮里面是鱼蛋，排出来就是鱼卵哈。究竟是卵还是蛋，你们说了算。先清洗哈，简称清清的洗，还用力来扇哈。有没有发现这个鱼蛋跟鸡肾有点像哈？看没有？刚好是两块，这是鲈鱼的哈。阿公，点火！要点开干。冷水下的鱼蛋，葱姜料就去下腥。水开两分钟，准备辅料姜蒜。全部切成颗颗，还要切点泡椒，泡椒，泡椒多一点哈。全部给它剁碎，再切点配菜，紫姜丝。再切点青红椒，再来点芹菜、小葱，切成球球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，太滑了。锅烧菜籽油，再来点猪油，还是混合油啊？做水产都要放混合油更香。卤成油哎，下入花椒、豆瓣酱。再放个姜蒜末泡椒，泡椒一同炒香，再加入清水，再下入鱼蛋，放入盐巴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粉调味，盖上盖子焖七分钟左右，小火。再放入紫姜丝、青红椒，再大火收汁，最后放入芹菜、葱段儿，勾一点点薄芡，要得了，起锅。米食首尾，葱花一把，这样一份非常爽口的泡椒鱼蛋送给大家。就这个泡椒鱼卵，我厚一点皮，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爱你哦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，开干。来嘛，给我开花蛋，开花鱼卵，哎，看着舒服啊，这个颜色看着就很有食欲啊。哎呦，小娃儿是不是12年长大不吃素？是吧？嗯，太饿了。鱼蛋，太饿了不吃素了。就是鱼蛋，最后你呢？啊，我按你那边不要吃多些吧，胆固醇高。嗯，吃多了。难听难吃的，老了吃不吃素养老，老了都不吃素啊！你配菜好吃，啊、嗯，你这个翘的，你这个翘的菜啊，配菜很多。嗯，这个鱼蛋很顺的哈哦。如果是鲤鱼蛋的话，就很粗糙，我这是鲈鱼蛋。这鱼啥子呢？啥子鱼也可以长蛋呢？嗯，我劝你不吃三文鱼了，千万鱼子在腹中哈。你配菜也非常好吃。我们还要泡饭，平常泡饭用啊。这是紫姜的好吃。50斤。你这鱼盆蛮好牛。跟那老板娘送的。哦，还真是一样。我再过来买一年的鱼，过年了送我点鱼盘咋个了嘛？嗯，我应该。还可以拜个年。嗯。哦。哎呀，一口就吃上万条鱼啊！我看。
还有这个鱼腩吃爽没有？嗯，吃爽完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喜欢我，先付了才行，关注我们。我大伟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